这一次是用客家文化里面中的盘花的概念去做延伸。那盘花的形成是他们会，就是客家人会在平常在路边可以采集到的有香味的植物做成的，就是祭拜寺庙的一个花的仪式这样子。然后我想要把这个概念延伸，盘花比喻为新客人这样子的角度，然后用灯箱的方式呈现。因为我们在线上展览中的时候，会从外面，理所当然会从外面去看这个物品本身，可是比较少会从物品本身去看到外面的这样子的角度，有点像是一个新客人来到一个新城市，他们看到这个城市的这些吸收，跟其他人看着他的不同的眼光。